这个是狮子鱼有毒的，这是褐针鱼，看到尾巴很长。听说前进，它速度飞快，把它船员直接钉在船板上。哇！对，所以是这个台湾有这种鱼啊。他这边会介绍一个表示台湾有的啊，是啊，台湾因为它外面写台湾的生物，对啊，对，这个海里面应该也有，因为海洋是通的，对对对，就说不是只有台湾特有，啊，狮子鱼，台湾海是通的，这句最有道理。那这边忘了发亮哎，发亮的荧光，这个表示是光，荧光对，这个表示它有荧光，因为这边是紫外线。所以你穿的衣服，那个就是有荧光彩色的话，就会出现这样穿的。发亮哎！好，你看右边的话呢？啊，这是鲨鱼吗？对，那个我们叫做这个鱼，慢坡鱼。慢坡鱼。以前叫做翻车鱼。翻车鱼。翻车鱼。同样是这个鱼。翻车鱼。你看不同的民族。把它取的名字，你就可以看出它的民族性。我们中国当时比较苦难的民族，就看一个鱼在海上漂浮，浮沉，就会好像翻身，危机感特重，所以叫翻身。他发觉翻身不吉利，然后就让它跳水，就改成慢波鱼。可是美国人就说它是太阳鱼，法国人就说它是月亮鱼。就是像美国就比较天真比较热情嘛，对不对？法国人就比较浪漫嘛，所以就是不同的。哪一点像太阳？他白天看到他在海洋上，就说他是太阳鱼，反正说有点跟民族性有点关系。理想。此外，他的身上还长满了须须斑斑。那边有海鱼的部分。那你是往回头看的话，你四周这边就是深海鱼。海深海鱼的话，深海有一个特性，因为深海的话，它的食物很少，所以它的饱餐一顿，就要一次要尽量能够吃很多，假如能够吃得到的话，因为说不定下一餐在哪里不知道。所以你看这个叫做巨嘴，又叫做回巨嘴，回是从一个回一个大象来去嘛，啊，它的身体很柔软。所以呢，它东西它可以吃，可能跟它身体一样大的东西，它一次能够塞进去就拼命的塞，就这样塞进去，这样吃下去。然后这个是深海乌贼，深海乌贼最有名的故事都是跟最大的齿鲸叫火香鲸，火香鲸可以到18公尺，它大的话也可以到10公尺，然后就。他们就说嘛，那火香鲸的脸上哈，常会有一些痕迹，就是它的吸盘吸上去，一个拔河，一个要吃它，一个挣扎，对不对？那最后的结局都是它被吃掉。哦，对。你说它叫做什么？乌贼啊，深海乌贼，叫大王那么大，对对，可以十几公尺。啊，是长颈鹿。但是那个火香鲸一潜就可以潜到2000公尺深，也很厉害。他们会没有压力？火香鲸跟我们是一样哺乳类哦。对呀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它的肺不像我们这样骨头，它那边有很多的缔结组织。当那个深海，你知道我们普通潜水潜的深一点，再起来就会得潜水骨病。对对对，你深的太快的话，对我们就会死掉了。对。火香鲸它是哺乳类，它可以一潜就潜个2-3千公尺，然后可以待到1-2个钟头，所以它们是很了不起的这个适应力。所以每种生物它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有它生存的价值跟意义，很了不起。然后再过来这个是安康鱼，安康鱼是深海，它是带一个副根。这边它有根骨生菌，那有根骨生菌会让它照亮，所以深海很多鱼都是会亮。对，那它的公母可以差50倍，它的公的话呢就很小，然后就吸附在它身上，直接，因为在海里面哈，在深海里面要找到伴侣，所以它就直接吸附在它身上，然后直接吸，它自己本身就不需要去找食物，就吸附它的体液或什么，对，营养，然后到成熟的时候就用它，就是那种。
滴汽水和水母石，可以繁殖下去。所以在深海里面，像我们现在，鱼不是越来越少吗？现在因为流刺网或者捕捞场啊，都越往大，只是鱼越来越少。所以现在养殖以前很少吃深海，现在深海鱼也被抓来吃，被抓来吃，越来越少。那怎么抓的？清水下去，不是清水，他们那个网可以拖很长，拖很长。那网一拖都是一网打尽。像我们在国外钓鱼，不是多大，对，你手掌，对，你要超过的那个才能钓，太小一般只钓大。对，那我们这边是，不是我们只有我们了，很多国家都是一样，就是大小同吃。同吃其实是以后就产业错误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把下一代的都吃光了。而且国外螃蟹不能吃母蟹。啊，怎么就是不能看，不能吃母蟹？母蟹它会有蛋，就是要让它去繁殖，你只能吃公蟹。餐厅哦，餐厅只卖公蟹，不卖母蟹。真的吗？哪一国？哪一国啊？澳洲。澳洲。你如果有卖母蟹的，是越南店的。哦，是越南。知道华人喜欢吃。所以，就是因为他在澳洲住一段时间，澳洲人自己不会去吃母蟹。澳洲人不吃母蟹，是法律的吗？还是他自己心里？他是违法的 ，illegal 的。哦，很久才所以那种正统的餐厅，它的水族箱里面一定是公蟹，他不敢摆母蟹。这样子，哎，那我们台湾的蟹好像一定要有蟹黄，它才卖得出去啊。可是澳洲不行。蟹黄不一定是公的吧？母的也有吗？我们是鲨鱼吃人的例子，有母的也有，所以比较坏。所以比较起来的话是，他吃我们吃他，是他吃我们的，千万。对，我们觉得鲨鱼很可怕，实际上我们捕的鲨鱼的量是非常的多。对，而且常常像中国人的鱼刺，华人社会只要鱼刺啊，好可怜哦。对啊，他把鱼刺取下来，那个鲨鱼就没办法活了，而且把丢回去了，因为鲨鱼没办法平衡啊，对啊，就死掉了。最主要是我上次看一个报道，鲨鱼它是繁殖的非常慢的一种。对呀，所以我们这样的吃法，它是来不及反应，我忘记那个时间了，它非常久才生一个小鲨鱼这样。所以我们这种吃法，现在鲨鱼是已经是濒临灭种的鱼类，我们还在吃。鲨鱼种类也是很多，很多鲨鱼已经不准吃了，台湾也是。没有，上次那个。渔业署的渔业署不知道什么人还登广告说要鲨鱼要整只吃，不要只吃某些部位。对，这样。对了，你这样子你就可以吃，你干脆就连肉就物尽其用，你就完蛋了。我看到网上是把鳍切下来就丢掉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